就是秋凉时节啊，下一次雨就觉得一次的凉快啊。今天吹的这个叫做秋菊啊，菊花，以前凤飞飞的歌曲，我们把歌曲就是老歌、流行歌曲呢，我们比较抒情呢，吹慢一点，然后呢，利用古曲的吹法，浓淡层次、线条、弦腰啊，那这个。让音色来展现那个情韵，啊，所以这是我一直在分享的，让吹箫呢变成有时代化，让现代人也是感受到说，哎，古老的东西它有它的魅力，好，所以说我应大家的要求，就说想要学习的校友啊，我从系统化的去建构，啊，初阶的从零开始。进阶的啊，要突破的啊，陆陆续续的课程都在开出来啊，欢迎各位加入啊，在这个问道智库里面的传心效应啊，欢迎大家，谢谢。